Recording in大家好，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台湾金融科技协会7月22号的线上小聚。那我这边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持人，谢必芬常务理事，他是现职在上海商业数位金融处的协理，那也是我们台湾金融科技协会的常务理事。那我们请。再请他说一下话。首先欢迎今天所有晚上来参加我们小区的会员们。有 echo 吗？晚上来参加我们对不起，我决定把另外一个关掉，因为这样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听得到我的声音。因为我本来有两只，我发现它会互相打架。那我们的今天的时间很宝贵，所以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晚的校区哦。那今晚的主题是新版的电子条例，那零售业的新初级。那首先呢，我们来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哦。今天的主讲人是我们将来银行执行副总。梅副总，梅执行副总，那他也是我们台湾金融科技协会的副理事长。那我们都知道，小梅总啊，在这个整个电资的领域里面，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早早就跨足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面，包含 eBay， 然后新浪网、中华龙网，还有露天拍卖。那最后是在江南银行之前呢，他也曾经历任过永丰银行电子金融处的处长，所以小梅资深副总，他是不论是在电资的这个产业里面，还有金融产业里面，他都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我相信在今晚一定能够让大家对于新版的电资条例有更深的了解，而且在最后的15分钟，我们会有更深的探讨。那再过来就是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晚的我们的理事长哦，也是促成我们这一个 FinTech Talk 的发起人哦。那我们请大家虽然在视讯里面还是可以给一声掌声哦。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理事长蔡玉林蔡理事长，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想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梅华副理事长跟我们分享今天非常重要的主题啊。那我想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线上的小聚呢，除了今天晚上这一场以外，我们还会有CBDC 相关的这个议题的分享，也会有这个全球金融监理机构加大管制虚拟货币的力道对币圈的影响，也还有这个 FIDOS 网络身份证的识别，以及 P2P 债权投资媒合平台产业的变化与影响，还有DeFi 的业者分享 DeFi 的最新的发展。所以除了今天这一场以外，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五场非常的精彩的这个分享会，希望大家以后经常关注我们协会的活动。谢谢，我们很期待今天晚上的这个梅华梅副理事长的这个分享，谢谢。
那我们现在就是邀请梅华副理事长来为我们聊一聊这个新版电子条例零售业的新书籍。好，谢谢大家，非常谢谢理事长今天的邀请，也谢谢主持人刚刚这个兵荒马乱当中赶到我们这边啊，那更非常谢谢所有协会的好朋友们。那今天晚上我大概有40分钟左右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那很不好意思啊，因为这本来只是我自己写在脸书上面的一些心得。那有一些因为脸书是个很公开的地方，所以有些东西也只能就是点到为止了。那理事长觉得说，哎，可能可以在一个协会这样的一个场合，可以跟大家能够有些交流跟互动，所以就是有了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看了我刚看了一下参加的与会者里面，那有一半以上都是我们这个产业的伙伴们啊。这个，所以等一下麻烦大家问问题的时候，就是手下留情一点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啊。OK， 那可能因为控制的方式，所以我可能要请那个 Crystal 帮我就是稍微控制一下简报，谢谢你。OK， 那我想开始的时候啊，对，下一页，谢谢。其实我想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会去分享这个主题啊，那分享这个类似的主题，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在台湾呢，特别在台湾，对于这个所谓的行动支付啊，电子支付、第三方支付、手机支付啊。这个很多种了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部分的认识与了解有多少。那我可不可以请大家就是可以我们现在画面上这五个是比较，可不可以请大家稍微讲一下啊，拍钱包、Line 啊、Apple Pay、接口支付跟付宝啊，因为在台湾呢，其实主管我们所有的不管是电子支付、行动支付、手机支付、第三方支付，在台湾就是只有两个主管机关啊，那。我给大家一个小测验哦，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等下可以在那个留言区里面，我们聊天室里面，你可以写一下这五个啊、哦，这五个它分别属于哪两个大机关来做管理？是属于金管会管理的呢，还是是属于经济部在管理的啊、哦？那这可以给大家，我先讲这个，我们不会点名去回答了，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但是假如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小测验，你可以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那个聊天室里面写一下。然后我们可能也可以问一下说，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哎，有人写了，哦，拍是归经济部管 ，OK， 好。哎，有人先抢答了，很好。那请教一下，那还有没有呢？哎，他说，金管会管其他四个，哦，好。还有没有不同的想法？我跟大家讲，这里面其实有两个比较，像是陷阱题哦。哎，有人说赖是经济部，好。那跟刚刚第一位伙伴就有点点不太一样了、啊、好，所以这边是有第一个陷阱题啊。这个哎，其实我看到一卡通的董事长有报名啊，他应该还没上来。赖其实下面有两个体系啊，赖下面其实有两个体系，然后一个是我们知道的一卡通，那另外一个是 Line Pay 啊，那这两个呢其实不太一样啊，有点不太一样，正好一个归经济部管，一个归金管会管，所以有时候其实消费者搞不太清楚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陷阱题哦、啊、那到底哪个归哪个管，然后他们彼此的关联性又是什么、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好，另外一个呢，我刚刚看到各位有提到、啊、Apple Pay 是经济部， OK， 好，还有没有？好，先讲比较容易的啊，拍钱包目前啊，我先讲目前的拍钱包啊是经济部管，但是呢拍钱包在整个 PC Home 集团里面，他那边已经往电子支付去做一个整并啊，这是整个 PC Home集团的一个营运策略啊。但是的确在这个今年以前，拍钱包都是经济部在管辖，没有错。那另外一个呢是接口支付，最右边的这两个接口支付跟欧付宝，以目前来讲的话呢比较单纯，他们都是归电子支付，也就是背后都是金管会在做管理啊。那我刚刚跟大家开个小玩笑，是第一个陷阱题是 Line 啊，这个 Line 呢它里面有两个体系不太一样， OK， 刚刚大概有讲过一点点。那再来呢是 Apple Pay， 那 Apple Pay 呢刚刚因为已经有伙伴回答说是经济部、哦、其实 Apple Pay 在外头我在问很多地方的时候，大家在这个地方的回答都很不太一样、哦、其实有的人说是经济部管，有的人说是金管会管，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再想想看、哦、Apple Pay 到底归谁管、哦、那以目前的法条上来看的话呢，直接的管辖单位是经济部是没错，但是其实 Apple Pay 因为它目前在台湾全部都是绑定信用卡，这个其实比较复杂啊。严格来讲呢，其实真正能够管理到 Apple Pay 的在台湾其实反而是金管会、啊、
但它是透过金融业去做一个跳板式的管理，它有分间接认证跟直接认证，这个有点小复杂，但是呢，我只是说这给大家一个小测验，是讲这些东西。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说，我想刚刚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伙伴们，跟今天来参与的伙伴们，其实都是这个产业当中已经算是很熟悉这些领域的人。说实话，刚刚这个五个题目要全部回答正确都不是太容易啊，不是太容易。但是对消费者来讲根本不重要啊。我常常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会有时候这管理上会搞得这么的复杂啊。那这其实是我们在管理上面，因为他负这个权利义务的责任，所以他必须要去做这个管辖的规管范围。可是其实站在一个消费者的使用者的一个习性来看，就是我今天从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什么样的一个付款方式能够让我最简便，然后出了问题的时候呢，我能不能得到一定的保障跟保护啊？其实大概就是消费者比较在意的是这个，消费者其实不太在意说你背后是谁在做管理。所以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就回到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下一页哦。因为呢，这个就是要看一下我们麻烦到下一页，谢谢。这个就要看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另外一个主因哦。因为其实在电子支付出来到现在，说实话啦，其实大家在讨论的其实还是比较是说，哎，你用的是 LINE 呢，还是用的是接口呢？哦，还是用的是 Apple Pay 呢？那至于它背后到底是谁管，谁最大谁最小，其实对消费者来讲不太重要。那为什么这次电子支付修法之后，在社会上跟在媒体上讨论会变得比较的多啊，而且是有引起了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热潮啊？那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次在电子修法之后，其实说实话了，大家讨论的不是电子修法里面它到底修了哪一些法条，然后其实这次修法里面有修了一些蛮重要的东西啊，但我们今天先不讲那个修法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要对焦是对焦在零售金融来做支付这件事情。那其实电子修法之后，它的新版的电子条例里面隐藏了一些蛮重要的一些改变啊。那甚至也多了一些能够让这个产业能够去做的一些发挥跟影响。但是大家其实比较在看的是，哦，原来全家、玉山跟拍啊，这个拍付其实就是刚刚前面讲的拍支付啊，PC Home 集团，那他们就是合资成立了全银支付啊，目前还是筹备处。然后另外就是全联独资做了全支付。那这个全支付呢，目前已经是一家公司啊。那一个是筹备处，一个是已经成立公司了啊，无意资本额都已经拿出去了啊，这个不太一样。那反而是这两个零售业的通路体系进场了以后，大家开始对于这次的电支又有了一些新的想象啊。那这个假如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其实背后都有一些故事啊。那我这边是网络上抓了两张图片啊，那这个都是这个是全支付啊。那其实他们的，请你们去 Google 一下，你们去那个经济部的对不起，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全支付跟这个全银支付的话，你可以发现这个全支付目前的办公室的总部其实就在全联的总部的楼上哈，所以呢它的这个场景呢跟这些都是用全联既有的这个资产去做的。那全银支付是目前刚刚提到还在一个筹备处的阶段，那两边都还在招兵买马，所以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留意一下他们在104上面的征才。其实从他们的征才的这个讯息里面也可以看得出一点点的，他们未来可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后面等下也会再稍微有点简单的讨论到这个部分。好，谢谢，再往下。那为什么今天讲到这个零售金融进入到支付产业的时候，那会在我刚刚提到会在媒体还有在整个相关的产业里面会起了一些波澜呢？那因为其实大家有一些想象，都会去想象说，哇，零售业进来之后大概会做哪些事情，跟他们可能有的一些这个产生的效果哦。所以呢，我大概把这边先做了几个归纳，那我后面呢也会从这会从这些地方来跟大家做讨论啊。那现在停在这页就好。那首先呢，我看到是三个基本面啊。那这个所谓的三个基本面呢，指的是说今天从零售金融的角从零售业的角度来做支付这个产业的话，大家很容易联想到的几个是你可以说是优势啊，或者说你可以觉得是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些想象啊。那是哪三个基本面呢？第一个是从客群跟地盘来看。那客群跟地盘的意思就是说，今天零售金融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可能能够获取更大的地盘。所谓的地盘就是能够跨出零售业本身原本的客群服务的范围，它能够去做更大的事情，这是所谓的地盘。它的地盘可能可以被扩大，我现在讲是可能哦，不是说一定。那再来就是客群，因为大家对于零售业有非常多的想象，就是说，哇，零售业的人很清楚知道消费者今天在他这个通路体系当中的一个生活场景，所以呢，他在客群的掌握度上面应该可以更深入，所以这是第一个基本面，客群跟地盘。
那第二个基本面呢，我们讲的是开源跟节流啊，这个我等下后面会再提到。开源跟节流就是说，有没有可能零售业今天因着进入到支付产业，它能够有更多获利的可能性，或者是它能够有更节省啊目前既有支出的一些可能性啊，这是开源跟节流的部分。那第三个提到的是在组织跟众效的上面的一些发挥啊。那开玩笑，今天任何一个体系要来做支付产业，动不动就是几个亿的资本额要放进去。假如今天你没有办法能够让这个整个组织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出来的话，我想这个投资在目前台湾已经有这么多电子支付，不管是直营或者是兼营的这个厂商在里面，还要再投入的话，其实这个都很难去跟公司里面的股东们去董事们去做说服嘛。所以一定会从另外一个面向来基本面来看，就是组织跟中小。所以在这三个面向当中呢，我们分别做一些展开。好，谢谢。过下一页。好，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客群跟地盘啊。客群跟地盘这边有两个很直接的观察啦。那第一个我刚前面提到了，因为大家都会去思想说，零售通路的它其实很贴近使用者行为的一个生态体系啊。你今天不管是其实早期的零售业就是从你大概是生活面的一些购物啊，那不管是吃的用的一些生活面的购物，那今天会产生它的一个生态系。但是我想各位可以从现在不管是四大这个所谓的这个超商通路体系，或者像是全联家乐福哦这一类的通路体系，你可以发觉到它其实整个生态系的扩展已经不是原本我们想象中的哎买个饮料啦哦买个卫生纸啦缴费啦这种行为的生态系。它其实真的已经其实在我以前我在金融业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说啊，在你的这个生活区域范围之内可以没有银行啊，可能可以没有这个洗衣店，可以没有什么，但是呢在你的生活区域范围之内，假如没有一个便利商店，你会觉得很不方便啊。那当然现在就算已经有网购了，可是呢有的时候你还是会发觉你早上晚上十点钟想喝个饮料，想买点吃的，你在你的这个生活圈的里面要是能够有个便利商店的话，其他的这个方便性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你会发觉到说它的生态系其实已经不只是原本的生态系，它是扩展的更大。所以第一个想象的空间一定是说，在零售业进来做支付的话，能够把它原本的生活面的资料跟它金融这个部分的资料是能够做结合，这个客群的影响力应该是对于客户的认知应该会更多。那第二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它能够直接取得真实客户的资料。这个呢是特别是在电子支付法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范，就是所谓的实名制啊。因为以前在零售通路业的体系里面，或者说在我们一般的产业里面，你可能可以知道今天的来客数有多少啊，人次人流这是你算得出来的。那但是这个人次跟人流的背后的客户他到底是谁，这个以前是我们比较不知道的。所以这是大家很多零售业的通路拼了老命的会去做啊，这个使用者身份注册认证相关的行为啊，你可能注册就送你一些点数，送你一些小礼物。但是以前呢很多人为了拼这个点数，为了拼这个小礼物会去注册，但是呢除了一个 email 可因为 email 必须要做联系啊，除了 email 或者是行动电话的有个 OT 就是有一个这个OTP 这 one time password 的一个认证以外，基本上别的资料搞不好都填假的啊，他不会填真实的姓名，他也不会去填真实的地址啊，那都是假的啊，那他只有在一个必须要提供真实的范围之内才会去做提供。那但是呢走到电子支付的领域里面，因为它是归金管会管，走到电子支付的领域里面，当他要做所谓的实名制的时候，这个客户就必须要去做全部我所谓的全部只是说包括到他刚刚除了这个 email 跟特别是这个行动电话的以外，他可能还必须得去做身份证的这个正反面的上传下载，然后呢让这个银行或者是让这个电子支付的体系能够去做一定的 CIC 去做廉政中心去做一定的认证，它可能还包括到其他很多账户的认证啊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我们叫做对于真实客户的资料的取得，它是有一个更直接的一个影响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的一个基本面的第一个在客群跟地盘的部分想象中可能的扩大。好，下一个。那再来提到的是开源跟节流。这个开源跟节流呢其实是也是现在很多特别是零售业体系了啊，想要做电子支付最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反而是这件事情。什么是开源跟节流呢？其实讲起来很单纯啊。你想想看，就像现在的这个这个超商通路体系，我们讲 Seven 好了。这个现在这个通路体系啊，那其实不只是 Seven 了，应该是说他们只要是原本要去跟一些银行业，不管去做信用卡的合作，或者是说账户绑定的合作之类的，那都有一个必须的所谓的手续费或者是一个这个卡机的费用。那要去跟金融机构去做洽谈，那当然你的通路体系越大你洽谈的能力会越强，但是呢
我必须讲了，像是 Seven 啊，全联啊，全家啦、啊、这一类体系的话，它的洽谈能力是强的哦。但是呢，它这个里面的金流还是有一部分必须要能够必须要去支付给这个所谓的银行这样的一个产业。所以当他今天把这个支付用自己的金流去做取代的话，这边提到的是原本的金流可转换的部分，那你就可以不用再付手续费给金融业了耶、哦、所以呢它的成本支出会减少，而且呢会让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金流的转换那会产生其他的一些中效的可能。那有些数字不方便讲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给各位一个概念哦。这个之前当这个全家便利商店刚开始做出全家自己不是有一个这个全家 Pay 吗、哦、那当这个 Family Pay 当全家刚开始做出 Family Pay 而且还能够去做账户绑定跟储值的时候，其实在它的通路体系当中有一家电子支付票证的业者，就不方便讲哪一家了，但是应该说这几家了，应该说也没错了，不管是一卡通还是包括悠游卡，他们其实Family Pay 刚上线的那一个月而已哦、啊、这刚刚这两大个电子支付业者在电子票证业者在全家里面刷一卡通跟悠游卡的使用量马上就下降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百分比啊，那个百分比是有感的、哦、那个有感的意思是说是在每个礼拜的周会议或者是每个月的月报里面必须要拿到台面上去检讨的数字，你就知道那个影响有多大。所以这边提到的第一个开源节流其实是节流了、哦、它可以把原本在零售体系里面要付出去的费用那能够把它能够抓得进来、哦、那这是第一、哎、谢谢有人在补充说那便利商店的这个它的这个那个叫什么便利商店它的这个净利率太低啊、哦。哎，这个我们今天就先不讨论这件事情了、哦、因为哎好，这是另外一个题目啊、哦、有很厉害的做法，有人有很厉害的做法啊、哦、哎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看来刚刚聂卫也是这个产业里的高手啊、哦、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其实啊今天全联跟我们就这样讲好了，全联家乐福其实跟 Seven 跟全家他们对于他们的供货商啊、哦、他们的支付的方法跟金流的方法其实就是不一样的啊、哦、所以厉害的通路体系零售通业体系是可以在其中把它的这个所谓的本来看似很薄的这个净利，但它能够想办法拉到最大，是有些方法的。我们这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之内，但是我觉得这个刚刚谢谢那位伙伴，他提了一个很好的面向，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了解一下看看，我刚刚讲的那个这两大体系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太一样啊？好，那第二个呢，提到是开源跟节流的第二个提到是回头绑定。他可以回头去跟绑定的合作银行收取行销合作费用与抽成的分润，这个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这当然了，我刚讲你要有很强的 bug and power 的能力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通路体系里面目前最强势的是之前的全联啊、哦、这个全联可以跟金融业谈到不但是手续费，金融业不太敢跟全联收啊、哦，而且呢不但不跟他收，而且呢跟他合作还要付行销合作费用，而且这个绑定了之后或者是不管是信用卡还是这个账户绑定了之后还得依照这个一定的这个条件可能还得去做一些分润回馈给全联或者是接口支付这一类的体系啊、哦、所以这边提的是说他可以回头去做这些事情啊、哦、所以这个是开源跟节流的部分。不过先跟大家讲后面会提到虽然有这些开源跟节流可是它的费用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啊，好，不过这是一个会想象，至少你在集团内可以马上看到有一个明显的一些效益会出现。好，那第三个部分，好，第三个部分提到组织重效啊，那组织重效的部分也是一个想象空间了。那第一个当然就提到说，我个人觉得它一个很直接的想象就是，你就想嘛，今天这个零售业的体系，它能够接触到这么多的消费者。那这些消费者呢假如通通都绑定了这个电子支付、哦、都在这里面能够有些这个金流的这个合作在那个地方，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转身就会成为一个最直接的金融产品跨售的一个管道。那这个其实也是其实说实话了，过去的为什么过去那么多金融业不管是之前啦，为什么不管是跟 Line Pay、哦、是跟全家是跟这个 Seven、哦、是跟接口支付都希望能够去做账户绑定或者是信用卡合作，其实也想的都是这件事情、啊、那但是说实话以前你真的能够、啊、因着跟这个、某个零售业合作而能够透过它去做很好的金融产品跨售的其实都很有限，说实话真正能够为金融业带来的一个成效是有限的。但是的确这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想这也是这一次
玉山跟这个全家因为他们长期就有一些很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想这也是他们这次在合作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想象力是在这个地方。那再来提到的是应用场景跟流程相对灵活啊，那有些灰色地带的运用更有弹性，这个就不方便讲得太清楚啊，但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啦。就是说因为刚前面提到说这个回到我们刚开始讲的第五点啊，就是电子支付是归谁管啊？电子支付是归金管会管，行动支付跟第三方支付呢是归经济部管。所以理论上啊，理论上在金管会这边的管辖范围之内，因为他必须要去承担消费者的这个消费的权利跟义务，所以呢他的管理必须是比较严格的啊，比较严谨的。可是集货是比较严谨的，它相对于银行业的管理还是稍微比较有弹性的啊。这样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假如你要做三个比较的话，拍是归经济部管，所以呢他的他所受到的这个范围管理的这个监管的范围是稍微是最有弹性的，应该这么讲，最有弹性的。然后呢再过来最没有弹性的就是银行业啊，因为它是包括到你的储值啦，包括到你的存款都在这个地方嘛，所以银行业是最没有弹性的。那这在这两个中间呢相对比较有弹性的就是同样是归金管会所管辖，但是呢它是在支付产业的应用，这就是我们在讲的电子支付啊。那这个是大家想象中就说会比较有弹性啊这样。不过这个所谓的有弹性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性的了啊。我觉得在电子支付刚开始的这几年当中，它的确是稍微比较有弹性一点。不过说实话，现在也慢慢的规管监管越来越相对严格了啊。那这个当然有一个原因是跟接口支付有点关系啊，因为接口支付真的说实话是把这个灰色地带应用到最极致啊。那也因为它运用的太极致了，所以呢就后来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啊。那这个所以这个地方的灰色地带的运用是不是会越来越这么的松绑啊？那这其实是现在其实慢慢是相对的越来越严谨啊。所以这是在所谓的三个基本面的部分。OK， 好，我们再继续。好，那再来的话，那提到的是，我好像可以三个挑战啊。那三个挑战的第一个部分，三个挑战的部分呢，其实有点，假如你还记得刚刚那个图的话，它三个挑战的部分呢，其实是对应到它的三个基本面。刚刚我们还记得左上角绿色那一块呢，其实提到的是我们刚提到左上角绿色那一块提到的是客群跟地盘嘛啊。那我这边呢就会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点点经验，就是可是在理想跟现实当中的拉扯是什么啊。那第二个呢提到就是说刚刚提到的一个基本面可能的一个方向是开源跟节流，可是呢是不是真的是开源跟节流呢，还是它会变成是个互补跟牵制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讨论一下。那第三个就提到就是说我们刚提到你做这些事情它的组织的重效会能够被如何发展出来，但是这个组织的重效呢其实是有合法合规跟成本的考量。那这个呢也是其实这三大项呢是目前的一个挑战啊。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第一个理想跟现实的部分。好，谢谢。那理想跟现实的部分，好，那第一个就是说刚前面提到说客群跟地盘嘛，大家还记得吗？那客群跟地盘的话呢，想到都是说，我今天已经有这个，比如说今天全家好了，我们就讲全家好了。但我今天在全家或者是全联，我已经像全联的披萨配，我全联的披萨配里面我已经有这么多的客户了。我今天自己要去做这个全支付的时候，那假如我能够挟带这些客户，能够跨出我这个体系以外的话，那这个力量是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力量啊？那这个答案当然在我们前面讲到一个客群跟地盘来讲的话绝对是。可是理想跟现实是什么呢？理想跟现实就是说虽然答案是，可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那这个其实跟台湾，我觉得也不是台湾了，就我其实就讲得很直白了，就是说其实通路体系的电子业务啊其实是最不容易对外合作的。举例来讲啊，这个全联今天做出来的全支付，那他假如今天要能够进 7-11 或者是全家的体系啊，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这两大体系会不会让他进去啊？那不让他进去的原因又是什么啊？可是接口支付今天要进全联，要进全家，要进 7 相对来讲可能会比全支付或者是全银支付要进去要容易。这样各位大概了解我在讲什么啊？所以其实这边有个理想跟现实的一个差距。那你会说可是 PSA 配就是很多银行都会求他来进去啊，那而且 PSA 配现在客户群这么多，那这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下一个大的挑战啊，就是 PSA 配跟全支付其实是两件事情啊。
那所以但是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个部分，就是理想跟现实的第一点，就是通路体系的电子业务其实是很不容易对外合作，而且通常都是你的会员的，你既有的会员客群越大，你是越不容易跟人家合作。那这个呢，其实可以从它先不讲全支付跟全银支付，我们从电子支付跟第三方支付的另外一个前辈，台湾的前辈来看，其实就是 PC Home 集团。其实 PC Home 集团